OK， 可以。大家早啊！啊，华博主任大家早，我是邱金彪，黄金联合的主席。啊，昨天我们有收到一些谣言，针对说我们黄金联合有新加坡的舞蹈老师来我们的会所唱歌跳舞，那么回家之后，他们确认到这个。那么肺炎啊，确实肺炎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不实的指控，对。因为我们这两个朋友，他也不是什么舞蹈老师，啊，他只是我私人的一个朋友，他来探访我罢了。况且他在星期三也没有来过我们的会所，他只是这个星期六才到麻坡，不是他们所说的星期三在我们的会所有什么交流会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他们在造谣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希望说，因为我们也针对这个东西，我们报了案，警方也在处理当中，处理这个事件。OK， 所以我希望就大家不要再造谣了哈，因为要承担法律的责任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哈。对吗？啊，是啊。对我们有关键问题。这个麻婆这个恐慌，就在那恐慌，每个人这样，就是我知道他无所在，好，影响到我工作了。